連續幾年政府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基層市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有跡象愈來愈激化。政府削減社會福利資源，除了即時影響二十幾萬綜援人士的生活，其實在過去大半年已經有十幾間由政府資助的社會服務中心，包括專為單親和新來港家庭而設的服務，先後關閉。在這裡我都很想再一次恭賀女青年會沙田新來港家庭綜合服務處能夠在今日功成身退，光榮閉幕。服務新界東的這間新來港家庭服務中心，過去三年來一直由女青年會主辦，但自從今年三月政府停止資助之後，中心勉強支持到七月就要正式結束。當初如果沒有那間機構呢，即不是那麼開心咯，朋友少咯，是咯，我們都在這個中心才認識的。中國內地的生活習慣是不同，跟住你落到嚟呢度是重新適應，有時就算屋企人都不知道你是想點的時候，即是話起碼有個機構或者話俾你聽，或者俾你知道，俾你自己去選擇。呢一类专为新来港人士而设嘅服务中心，系政府喺2001年拨款开嘅，帮佢哋融入香港社会，适应新生活。服务只系为期三年，经过检讨，社署认为呢一类中心再冇必要存在，决定将佢同原有嘅家庭服务合并，组成新嘅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不过资源就冇增加到，好多提供呢一类服务嘅机构对社署的做法很有保留，我觉得这个服务既然有存在价值，而且加上个费用又不是太贵，亦都有这样的需要，相对来讲我们都觉得希望社署如果可以继续遵守这个活动，其实长远来计，就是对个社会成本是可能还减少了，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可能要动用其他的 resources 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了就是当它变成家庭暴力的时候，可能要透过惩教啊、警方啊、医疗啊这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来得更贵这样。政府社署的政策做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那它转咯，或者它的政策或者它怎么转那一回事啦。那还有呢，就新来港家庭服务中心呢又是另外一回事的嘛，为什么在这里转的时候这里又要cut减？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拨款，为新来港人士而设的活动和服务首当其冲陆续减少。我们旺角中心呢就一定不会 close， 会继续为新移民服务，不过呢我们的规模呢可能就会减少，之后类似这些活动呢就应该就都比较很困难，很困难才可以去到这么大型这么开心的活动。在油尖旺区新移民聚居的地方，受资助的新来港人士服务中心现在剩下一间在这艰苦经营。这间服务中心由例行会营运，除了开课程教他们找工，还提供小朋友托管服务，等大人安心出外工作，鼓励他们自力更生。新来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就可能即见工又见不成，小孩子又没有地方托管，又不等他做事，结果可能又变成最后变成社会的负累。有些我们都要单亲的数目都不少，如果单亲个个都没两个仔，他们又要湊仔，佢就揾唔到嘢，唔得去揾嘢做，最後咪有政府攞綜援咯。咁最後咪變成即係社會嘅負擔咯。你佢好簡單，譬如我哋140萬一年嘅津貼喺呢個中心度，可能你變咗十個家庭攞一年嘅綜援都幾熱，即係多過呢個數啊。咁你如果有呢個服務，可能就冇咗呢十個家庭去攞綜援咧啊。咁即係其實對個社會
對呢啲家庭都係一個好處啦。邊個有參加到呢個子女顯愛心設計比賽嘅？舉下手先。即係相應緊呢幾年咧，直接服務嘅提供嘅機構就少咗啦嚇，咁我哋要應付嗰個服務需求就更加大啦嚇。呢间中心暂时得以幸存，经费嚟自马会，不过拨款半年前已经到期，而家仲申请紧续批。好啦，仲有阿容家聪嗰度嚟咗啊，读佢名出嚟，识唔识佢啊？我哋就最担心就系因为政府嘅政策有咗转变，认为新来港服务唔再系一个独特嘅有需要嘅服务啊，咁而引致到即系马会都冇理由，即系政府都唔认同，就点解要俾你咧咁样吓？最后一着我哋都系要有限度咁样都承担翻呢个服务嘅。咁譬如最低限度，我哋维持呢个托管中心啦。咁但系就可能因为冇咗资助嘅关系啊，咁咧就嗰个费用可能要即系相应会即系收翻多一啲啊。政府削减社会服务资源，原先依附喺资助机构嘅新来港妇女自助组织就要找地方搬。这类新来港妇女自助组织没有政府的资助，而帮开他们的福利机构亦都无能为力，服务中心结束了，他们就投靠无门。真係覺得好困難啊！少啊，佢而家越嚟越少，越嚟越收緊。好似以前當初好似小朋友讀書啊、仁愛堂啊，都會對我哋姊妹都有資助噶，即係都可以申請到。但係而家咧就好困難咯。光堂啊，佢哋都話光堂。如果係冇經費運作，我咪自己俾住我有我哋有80人啊嘛，一人有10蚊會費啊嘛，咁我哋都有800蚊啦，慢慢嚟運作緊先咯。我就係咁咯，見步行步啦。經費未有著落。不过他们没有放弃到，搬出来之后和另外一些组织夹粉租地方，看看可不可以为同声同气的新来港妇女做点事。特别是有时候你真的困难的时候，那个姊妹不是给你钱，但是他或者你今天小朋友你不得闲，真的感到他跟你凑下小朋友，但他可能就觉得哎呀好温暖，就觉得香港真的很有情，就觉得这里住得低。其实有啲唔系真系讲钱嘅，我觉得钱咧系好重要的，但系同件事咧，就算系冇钱咧，但系大家呢啲姊妹咧，有时候你心情唔好嘅时候，佢真系就知道，佢就会安慰你啊。呢个社团系好弱嘅，即系能够得到社会嘅支持，系都相对比其他团体系少啲咯，即系唔系咁容易话能够得到其他人嘅支持咯。打电话嚟闹噶，你哋系同间社啊？咁我哋嘅姊妹话系啊，咁佢话你哋係咪專做新來港啲人新來港婦女服務㗎？咁佢話係啊，咁佢話啲新移民嚟到香港，唔係偷就搶，唔係搶就做雞，你哋仲幫佢死八婆，咁就吸咗電話㗎啦，好冤枉㗎。佢哋話政府今年年初開始實施新嘅人口政策，新來港人士申請綜援同公屋嘅資格由居港一年改為7年。政府政策改變對今年1月先來到香港的婦女影響最大。阿姨今年3月初來報到，不是很適應，加上丈夫有病想找人幫，先發現很多新移民中心在這大半年裡面陸續關閉。剛剛知道他就結業禮叫我去，真的死，一路都先生在大陸做嘢啦，咁樣都冇諗住嚟香港住嘅。當時就咁，後來個先生就唔好彩啦，有病啦，咁跟住又唔好彩攞埋政府嗰啲錢啦，咁咧就加上佢而家咧就即係我冇份啦，因為7年啊嘛，話7年先有啊嘛，新來港。咁咧就而家咧就一間屋得兩個三個人咧，得兩個人先至有得收。咁你近排又話要減咯，減嗰啲錢咯。除咗可以來呢間，有時去新城市嗰邊即係行。阿姨一家三口靠社署3000多元過活，綜援只係計佢老公同個仔兩份，佢想申請都冇資格。想做嘢幫補，社署就話要扣佢一家嘅綜援金。如果我自己出去揾嘢做，因為我冇錢攞嘛，咁
你哋會唔會扣翻我錢啊？咁佢話會噶，咁會扣翻你錢。我咁樣好唔公平喎、啊，咁樣我自己又冇錢攞，但我自己出去揾錢，你又要扣翻我啲錢。佢話我哋都冇辦法啦，呢啲係政府規定嘅咁。笑下先得啦，小姐。笑得咁熱心㗎。而家香港每年有超過50,000個來自內地嘅新移民，政府削減對新來港人士嘅服務同埋福利，希望佢哋自力更生。但是有關的政策又未能夠配合到，究竟我們是需要即是看到個社區需要，從而各自每個單位去制定個服務策略，抑或其實人制定了政策然後叫個遵從，那究竟有哪樣先呢？應該有政策先，抑或有服務先呢？抑或有服務再引申的政策呢？這樣今年政府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关闭10多个单亲和新移民家庭服务中心，改由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取代。尽管社会福利界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政府势在必行。我们就预咗是由2004至2005年度，我们先将所有的家庭服务中心，包括一些家庭生活教育的服务，就是綜合化成為了全香港九龍都覆蓋曬嘅61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嘅。即係換言之，而家都未曾係正式即係轉賴。係，我哋就諗住係用1年嘅時間去轉型。以新界東為例，女青年會喺度開辦嘅新來港人士服務，今年7月完結，但係喺嗰區嘅服務重組要到出年3月先至完成。政府就話對服務冇影響，雖然未搬埋一齊，但我哋咧都有不停都有啲會議係講緊大家個默契，大家即係點樣去配合嘅。因為就算係3月1日係成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之前咧，我哋其實就要做咗好多嘅功夫，咁包括好似正話講人手嗰個調配啊，係服務嗰個協調啊，各方面我哋都已經係做緊。服务重组要到出年先至全部完成，但系原有嘅专门服务就先行结束，点样过渡呢？新福会冇攞政府资助，但系就想承接女青年会喺大埔区嘅新来港人士服务。佢哋同教会合作，想办法借用地区资源，继续在大埔提供服务。那段时间他给了我们呢，就是我们用的。教会通常用夜晚啊，星期六星期日的。但是我们呢就会比较多一点呢是用上午。所以又时间上分配得很好。教会又很好啊，譬如他们安装了一些新的书架给我们呢，去装一些他们可以带走的物品咯。譬如一啲報章啊，一啲活動簡介啊，一啲社區嘅資訊咧，咁佢哋就可以方便啲攞到，同埋佢個感覺咧嚟到似一間服務中心多啲。而家我哋服務緊嘅人咧，都流動性咁計咧，都係100多人嚇。咁如果每次好定時話嚟聚會咧，都係30-40人，所以暫時空間就唔係我哋嘅問題，我哋嘅問題是另外一啲咯。早喺年初。女青年会的服务结束之前，新福会已经同佢合作，希望服务能够顺利过渡。女青年会咧，以往有开一啲通讯名单去寄通讯，咁我哋亦都佢留翻一啲版面俾我哋咯，俾我哋写下嘢啊，同埋讲下啊嚟紧我哋有咩服务，等佢哋收到消息同埋开始有一个。佢哋就慢慢退啦，我哋咧就入嚟啦。咁啊，有一個咁樣嘅安排，其實係佢哋俾方便我哋咯。我相信佢哋嘅心意都係唔想流失咗你班即係有需要幫助嘅朋友。新福會雖然揾到地區團體幫忙解決到地方問題，但係佢哋一直揾唔到途徑直接接觸啱啱搬入嚟呢一區嘅新來港人士。有啲關卡，我哋好多時做唔到第一線咯，即係意思，因為個名單係政策嘅緣故啦，咁政府唔係直接俾我哋噶嘛。所謂名單係指一直以嚟
新来港人士抵埗之后，经他们的同意，社署将他们的资料分发给地区上的服务单位跟进，看看有没有需要提供协助。如果政府能够直接给有心的机构再继续跟进，无论在果效啊、时间上的回应上都是最理想的，但是奈何现在真的未是那么顺畅。大家去做义工的时候，你觉得是怎样的？政府明明要跟进张名单，但是明明有团体愿意出钱出力去做，政府仍然不肯放手。名单咧又涉及到嗰个私隐啦，同埋协调啊各方面嘅。究竟个名单点样去发放落去啊？咁咧，咁我哋都相信要透过一啲会议，大家有啲共识先得。因为正如我哋喺区入边咧，都有不同嘅非政府福利机构啦，亦都有不同嘅团体。或多或少有啲非政府福利机构同埋团体，佢都想外多呢啲嘅资源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審慎嘅，要考慮呢個名單點樣去俾邊啲人，或者俾邊幾個嘅團體啊，各方面。暫時就改變唔到住嘅，只能夠睇下可唔可以嚟緊社署佢哋重整資源嘅時候，佢哋會同我哋有多啲合作機會。其實我哋都開過會嘅，咁啊都探索緊。看看亦都姿態上就歡迎嘅，咁但係實質點樣落實呢？其實我相信要都唔係咁短時間即刻可以有成果。不過社署強調銜接過程順利，又保證新來港人士有服務需求，佢哋一定會有跟進。可以咁講，喺大埔同北區咧，當我哋有呢個名單嘅時候咧，我哋一定會接觸佢。咁我哋都明白到咧。當我哋第一次接觸佢嘅時候咧，有啲人咧礙於可能佢都未了解自己嘅問題，佢會婉拒咗你都唔定。但往後咧，我哋又會隔一段時間咧，再即係接觸佢。咁當然啦，我哋都有透過其他途徑嘅，即係包括我哋寄啲單張俾佢啦，寄啲活動俾佢啦。政府或者咩部門打電話俾我話你有咩需要啊？你有冇咩問題需要我哋幫手啊？即係未接過啲電話咯。我未接過呢啲電話喎。佢係咪都係喺我手即係手機冇電嘅時候打過嚟咧？我未試過接到喎。喺沙田，政府資助開嘅專門服務新來港人士中心已經結束，而家只係剩翻呢一間，佢冇攞政府資助。自從今年年中開始，即係女青年工服務都終結咗之後啦，其實中心其他地區嘅人咧，即係跨區嘅。新來港人士嚟即係中心譬如透過電話即係查詢啦嚇嚟求助啦，或者係參加中心活動咧，其實都多咗嘅。喺資源嘅運用方面咧，始終綜合化先係一個我哋嘅大嘅路向啦。咁就如果係咁嘅安排嘅話咧，我相信咧就唔會話因為綜合化咗之後咧，係有人咧就覺得係攞唔到服務。儘管社署一再強調，轉型之後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數目上，比以前的專門服務中心仲要多，但是政府一味將服務綜合化，其實是不是一個出路呢？而家我哋重整之後咧，有61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每一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咧都會特別為區內嘅人士，包括新來港人士提供服務。所以如果你話喺即係方便使用嗰個因素嚟講咧，喺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一定係會比較以前係得幾間新來港人士嘅服務中心咧係更加好嘅，冇呢個先嘅問題。咁甚至我哋都可以俾啲數字睇到咧，我哋開咗幾多嘅班啊，幾多嘅活動啊，去配合到嘅。呢種新嘅服務形式係咪好似社署講咁運作得咁順利咧？我係會懷疑佢嘅成效嘅，就希望即係樣樣都齊，嚟到乜都有咁樣。但係個問題人手佢就唔係多咗喎，即係你家庭一般嘅家庭款，即係一啲一般嘅綜合家庭款咧，講緊即係12至14個人嘅即係社工嘅人員嚇。咁佢本來做個案嘅時候咧，佢都最少有8個啦。咁你而家多咗嗰幾個人入嚟，你就做多咗兩重嘅嘢。
我想在这半年呢，其实你说会不会因为没有了女青年工作服务，而有些服务对象就去了社会处那个地方去聚脚啊？我想这个就真的很少，我都在前线里面都即很少听到有服务对象这样讲。因为我想始终那个环境很不同，还有即他们真的喜欢同声同气啊的感觉呢，那就变了聚脚的地方就我想在这半年呢就真的在沙田区就是我们这一度就变了是一个即唯一的地方给他们落脚啊聚在一起在傾偈啊，喺度即係活動啊，咁樣樣咯。夾硬即係磨合，而依家亦都發覺，即係啊，佢哋喺推行嘅過程裏邊唔係話咁暢順嘅時候咧，我覺得政府應該整體再去檢討，係咪乜嘢服務乜嘢都可以用綜合化嚟去對待問題咯。例行會喺油尖旺區嘅新來港人士服務中心，本來今年五月就要結束。经过多次向马会申请续批，到而家仍然未有回复。不过托管费用就要加价，弥补经费不足。继续我哋存在，唔系话用多咗政府补助资源，但系呢啲朋友嚟到，佢哋唔能够适应香港嘅生活，佢最后可能出咗一啲问题，出咗一啲悲剧啊，咁其实个社会嘅承担系更加重嘅。